19.9°。这是吗？19.9°。今晚好大的风。今晚好大的风，预示着明天要下雪了。什么雪？牛板印。我还第一次看到。啊？用什么做的？就是牛肉身上的。牛肉哦。牛身上的。一般我他们吃那个毛血旺里面会经常放这个。哇，这个水好冰啊！感觉到这个暖水壶。它的暖气不冷。主要是这个水冰。哇，被你白给摔了。味道挺棒的。你碗就这个，然后你就吃这个碗，还可以吧？嗯。吃牛百叶，咋？这个要不要？牛百叶？不要。牛百叶太好吃了，就是牛呢，牛肉呢，牛呢。你说这个要不要来点粉丝？你们去买的话，看你能不能吃得下吧。生活和平，人民的健康。你说说坐在那里的，可以吧？吃，这个看你喜不喜欢吃。馋的。我喜欢吃蚕豆，来，还蛮辣的。我让他吃嘛，你不要说每个时候都吃。你等下又酥掉了。豆腐吃不吃？啥？太大了。鱼丸呢？小一点。鱼丸要不要？鱼丸倒挺多了。来，这个豆腐，来，碗过来。
苦啊。豆芽吃不吃？豆芽好吃。豆芽就是绿豆发的芽。放在这里面去。太滑了。这吃过瘾。有白叶吃点，嗯，咱吃不吃？很好吃的，吃了长高。嗯，那我们买点牛肉来，先做火锅。饺子不好吃。啊？饺子不好吃。那你叫鱼丸嘛，鱼丸好吃，里面还有胡萝卜的，嗯，对吧？鱼丸我还没吃，我吃没吃过鱼丸呀？不好意思，我一次擦两个去。嗯，我笑起来真可爱。养鱼丸是活着的呀，活，然后鱼丸是活着的。吃豆腐吃有点吃撑，这豆腐好饱肚子。豆腐要不要？嗯，好吃吧？嗯。这豆腐蘸着里面吸的汤汁，好好吃，啊。我好喝它太臭。来豆腐。嗯。吃吧。最后一块了。没有。傻瓜。牛百叶多吃点。没有。一般买的不多，买了一条。还吗？嗯。好吃的。嗯。给你。我不要了，吃饱了。吃。你吃。我不要，吃饱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现在晚上是睡在这边的。我们今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12点钟以后可能会温度会下降到0度或者0度以下，明天的温度是-1度到0度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多拿了一床被子，为了防止晚上被冻醒哈。然后我们三个呢都是睡在这个床上的。你还不上来睡？准备的。快点上来睡吧。哎呀。子涵还在床上玩吗？就你不冷啊？快点盖好。今天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盖两床被子。这是我这边的一个窗户，我们床上是有两个窗户，我这边晚上的窗户都要打开的。为什么要打开呢？第一个呢就是通风，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窗户打开的话，这上面这个玻璃上面的水汽会相对来讲会少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窗户给打开的。打开的话，我是睡这个窗户边上会有一点点冷，不过没关系，大男人挺得住。上来吧，还不睡？看不。不是我看了那个，我只搜他的视频。这个是谁？这小女孩好漂亮啊！好像她叫七七。七七。嗯，她挺有名的。嗯，你这是淘宝上吗？我在淘宝上看的。嗯
好，上来睡吧。嗯。子涵，给你生个妹妹，生个妹妹长这样子好不好？啊。好不好看？漂亮吗？她都可以当你姐姐了，估计。不，差不多吧，应该。喜不喜欢子涵？我喜欢，你也喜欢啊。嗯，上来睡吧，快点。来，睡吧。你看，这外面这一个衣服，那得穿四件衣服睡，等下不舒服。那只大灰狼 Grey Wolf， 其实就算是再冷，我们睡晚上睡觉是不冷的。嗯，快点盖好这个，没盖好就会有一点点流鼻涕。好，准备睡了哟。两床被子，这里盖的应该够了吧？嗯啊，嗯，够。两床被子，看外面的风好大。明天早上起来有可能外面会结冰。嗯，不知道会不会下雪？我叫你们两个啊，不能困懒懒觉啊。嗯，在听见没有？我说下雪啦，下雪啦！希望明天早上有惊喜。嗯，现在好上来吗？上来是好上来，是个大大孕妇了。要注意点哦。舒服吧？好暖和呀。好暖和是吧？三个人，哎呀！而且是关键是两床被子，确实是好舒服。对。昨天晚上我觉得睡这个下面的这个红色的，因为红色的很厚嘛，我都感觉出汗了。昨天晚上出汗。嗯，好热，就感觉好热。但是今天应该不会，因为今天温度低是吧？低好多度，低六七度了。嗯。啊，明天早上起来看水吧。看水能不能那个？不知道，反正它最低是零下一度，不知道能不能结个冰起来。嗯。会不会把我们车给冻住啊？嗯，这边暖和。车。嗯，有可能会冻住。嗯，就是小花粉。那明天零下一度，不知道水管会不会冻住？应该不会。零下一度应该冻不住。小嗯。啊，其实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睡在这个床上是很温馨的。啊，温馨，温馨，温馨个啦啦啦啦啦！这个傻瓜。真笑，太丑，太丑，惹我了。嗯，我们好久没有，就是其实每次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啊，会觉得就是每一年的冬季的时候，特别冷的时候，就会觉得特别的温馨。嗯，因为都是一家人缩在一个床上嘛，特别舒服。嗯，嗯，如果是热天的话，走开走开走开，别黏着我。对。但是冷的话就是，冬季就是增加感情最好的时候，冬天就说像没有像找男朋友找女朋友的都是这个时候是最好的。哎，你那个灯没关吗？没有，关了吧。你关吧。好，我起个身好了。嗯。